王爷，那吏部和三法司共同签发的凭证，你是什么时候拿到的呀？那是那场仵作考试之前的事儿了。我向圣上请了一张吏部和三法司共同签章，一应俱全的空白仵作身份凭证，只要填上录用者的信息，当即生效。你怎么都没告诉我？我也是昨晚才填上的。昨晚？我不是昨晚才决定要录用你的。我知道。楚楚，我迟迟没有填它，是想给你一个后悔的机会。你要知道，这是朝廷的文书，一旦填上，便不容更改了。我以前就说过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，你还是不信我吗？我信，我相信这是你当下最真实的想法，但我不敢相信日后的你也都会这么想。毕竟从没有人说过，在我手下当差是件高兴的事儿。我不希望用一卷文书困住你，我希望你是自由的，我希望你留在我身边的每一刻都是心甘情愿的。你说的有道理。不过，谁说被你录用了就得一辈子跟着你当仵作？那些成了亲的夫妻还能和离呢。我要是不想干了，就地辞呈回家呗。可以啊。但如果真有这么一天，我可不敢确定自己会舍得放你走。你只是一名仵作，而我是从一品郡王。我如果真的耍赖起来，你可是一丁点办法都没有。你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逗我？